好家伙的嘞！我听过这故宫博物院呀，有一个专家聊这个香妃身上的异香，这听的学徒我呀都臊了。他说这个西域的女子啊，有一种秘术，在这个身上啊能够埋这个香味儿。您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听我在这儿啊给您讲着清代后宫当中的故事。哎，今天咱要聊这个话题呀，轻松多了。为什么呀？因为今儿这课题啊，在我看来啊，好像神话一样的存在。什么呀？咱们要聊聊啊，这香妃她为什么香？那这两天的书啊，您不能白听，您肯定知道这香妃啊，实际上就是乾隆皇帝的容妃娘娘。这容妃娘娘呢，来自于西域，是个维吾尔族，并且呀，我们还知道这乾隆皇帝对着容妃呀，非常的照顾，比其他后宫当中的嫔妃略微的高了那么半格。那至于说到这容妃，她到底是不是自来体带香味呢？我想啊，很多好朋友就说这事儿不用研究了。为什么呀？因为这容妃啊，她压根儿就不香。你想，这人身体啊分泌出的味道啊，通常都没有什么好味道。你比如说这个屁，还有这个狐臭，还有这个汗臭，就是从嘴里打出的饱嗝啊，也不是什么好味道。所以说这人能分泌出香味儿啊，那听着就不太可信。这话呀是咱们这儿说，可是有的学者呀，他咬死了，他就认为这香妃绝对是自身分泌出的香味儿。那要是顺着他这话说呢，那我觉得呀，只有两种可能了。第一种可能啊，就是瞪着眼说瞎话；第二种可能呢，我也知道，就是恋爱中的情侣啊，你怎么闻呢，它都香；你怎么看呢，它都好。所以说这个分人分情绪，哎，不贴谱。这人呢，他总归不是摄露，他不是抹香精，从体内哪能分泌出香味儿去？黄二郎跟这狐狸他倒是有味儿，您觉得那他能是香味儿吗？那么既然今天咱们这段书我一开把就把这个香妃啊自身能分泌出香味儿这件事情给否了，那香妃身上的香味儿是哪儿来的呢？难道说就是因为这香妃长得漂亮，秀色可餐，所以说大家才臆想出来她身上有香味吗？这事儿啊也不一定。首先啊，咱们得知道这香妃啊，她本身呢在人种上分呢，她不是咱们东亚人，她得算是西亚人。实际上呢，在这个香气上讲啊，我们东亚人是不用那么重的香味的。因为我们东亚人呢，有全球人种一项不可比的优势，就是我们身上的体味很浅，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啊擦抹喷一些味道更重的香料啊来掩盖自己身上的体味。我估计啊，在我的粉丝里啊，其他的人种可能也没有，都是咱们东亚人种。所以说呀，我也不怕得罪他们。您要是不信我说的呀，您可以坐地铁去。您要是在地铁里啊，身边有一位印度哥们儿，您提鼻子一闻，多少的啊，他有点咖喱味儿。您要是挨着一个人高马大的白人啊，他身上啊也有气味儿，哎，不好说是什么气味儿。我一个朋友说啊，这是骆驼粪味儿。好家伙，活的嘞！您要是挨着一个黑人坐着，那气味就更独特了。这郭德纲怎么说来着？浑身上下呀，小茴香味儿。这不是种族歧视啊，真的。所以说，这些外国朋友身上啊，多有浓重的香水味儿，是为了掩盖他们身上的体味儿。那现代人嘛，这香味啊肯定是来源于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叫香水。据说这香水啊是古埃及人发明的。也有人说不对啊，这个它可能啊来自于两河流域。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断言，这香水啊是发明于两河流域还是尼罗河流域，那这波斯人呢都会很快就会学会这种技术。因为啊他们都是一沫子嘛。今天咱们聊的呀不是香水，所以说这个精油提炼技术在这儿呢也没有必要展开了聊。我想这香妃，哎，也就是容妃啊，或是他或者他身边的人绝对有这个精油提炼的技术。大概呀，您多少也能耳目着这个波斯人呢是很善于提炼和制造香料的。这会儿有好朋友啊要反驳我了，说不对吧，早就听说了，上学那会儿就知道这古代中国呀才是最大的香料出口国家，要说玩香料还得是咱们中国人。哎，这您就不明白了。实际上咱们说的这个香料啊是往锅里放的，不是往身上抹的。那么这香妃到底是用什么东西提炼出来了香水，把这乾隆皇帝给吸引的五迷三道的呢？哎，据这个维吾尔族当地的学者研究啊，是沙枣花。据说现在这新疆当地啊，还有用沙枣花作为原料提炼出精油，有非常奇特的香味。
那有人说这香妃娘娘身上的香味是沙枣花的味道，这事儿说书的你肯定吗？哎，我不肯定，我不敢给任何事情打包票。可是啊，有一件事儿啊，我可以在这儿啊给您叨咕叨咕。什么事儿啊？这个事啊是个军事行动，哎，是一次评判，叫乌石事变。说这话呀是在乾隆30年的时候，2月份，这新疆乌石啊，一个回部的头目叫赖和木图拉，带着一群人造反了，反抗的呀就是这大清朝廷。因为什么呢？因为呀当地有个官员，当然了是大清朝廷派过去的官员，叫速成。这孙子呀他不是个好鸟，他是啊驻乌石办事大臣，在当地呀欺压良善不说呀，还经常凌辱当地回部的女子，欺负来欺负去呀，他就欺负到这个头人赖和木图拉的脑袋上了。他把这个赖和木图拉的妻子啊给凌辱了。原本这头人手下他没那么多人，但是现在他为什么有人能造反呢？因为这会儿他领了朝廷的一个差事。什么差事啊？运送沙枣树，也就是啊从新疆往北京啊运送沙枣树的树苗。这次暴乱的影响并不大，很快就被平息了。但是咱们要说的是运送沙枣树苗的这件事儿。那有人就说了，那你怎么知道这运送沙枣树苗啊一定是给这个容妃娘娘运的呢？那不是乾隆皇帝想要在这园子里啊栽种点锦官树，所以呢才让人运送沙枣树苗的。哎，您别着急，您听着咱们接着再往下聊。那这乾隆30年的2月份，这会儿乾隆皇帝干嘛呢？哎，常听我书的好朋友啊应该能够知道，这会儿乾隆皇帝正在这下江南的路上，也就是这次南巡的过程当中啊，这继后那拉氏断发，哎，惹得这皇上老爷子一肚子气。那么这一切是什么原因呢？有这么一种说法啊，比较复杂，我呀慢慢的给您捋。乌石事变爆发以后，这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南巡的船上。当时这朝廷做出的反应呢，无非第一件事情，先是啊处置了这个办事大臣速成，因为这朝廷啊还是明白事儿的，没有这个坏人呢，出不了这个坏事儿。第二呢，就是安抚当地的百姓啊，接着加紧平乱，这是前面朝堂上该做的事儿。那么后宫呢？虽然现在的后宫啊，就是这豫州之上。这皇后娘娘那拉氏啊就得拿出这个母仪天下的劲儿来了，那当然就得找这个当时啊位分还是容嫔的香妃谈话。那无非啊就是这皇后娘娘得说，你看呢，因为你这点私人的事情烦弄着皇上啊千里迢迢运这个沙枣树进京，结果呢激起民变了，你呀得反思。那有人就说，这皇后她管得着这事儿吗？管得着。哎，这皇后母仪天下呀，总设后宫事，这管教各宫嫔妃呀，那是应当责分的。并且这何卓氏香妃呀，入宫伊始的时候，那会儿啊还是何贵人，就在这个皇后那拉氏的宫中学习规矩。好家伙的嘞，您这个香妃呀，用沙枣花这点事儿啊，竟在皇上跟前啊吹枕边风了，弄得这个皇上啊大老远的从新疆给你运这个沙枣树去。虽然跟你啊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作为皇后，我有提醒你的义务和管教你的责任。可是这那拉氏皇后她万万没想到，这香妃呀和别人不一样。这清宫规定，这秀女们啊是13、14岁就要进宫，那个年纪呀基本上还是孩子，所以说这进了宫里学规矩呀，无论是上边的后妃还是年纪稍微大点的宫女姐姐，怎么摆布怎么试，怎么折腾怎么行。但是您可别忘了，这容嫔进宫的时候啊，那可已经27岁了。13岁的时候就嫁给了小和卓霍吉瞻，虽然她不是一国的皇后，可是小和卓霍吉瞻呢，她自称大汗。这容妃当年也是做过大福晋，做过娘娘的主，所以说呀，哪那么好摆布啊？城府颇深呢。她本来入宫伊始教规矩的时候啊，这香妃就不服不忿的。这一有这回这事儿啊，这容嫔呢，她更是怀恨在心了。于是啊，就在乾隆皇帝的耳边上啊，给这个皇后告了刁状。有人说这说书的净胡说，你这都有证据吗？哎，这清史稿清史录里没写的，不一定野史笔记里就没有。在朝鲜旨臣写下的一本笔记当中啊，是这样记载的。这本笔记的名字呀叫宴行记，这上写呀，乾隆30年皇后失东珠，回后禅皇后搜得东珠栾一位族家，后随废幽之冷宫。这上边说呀，乾隆30年的时候，这皇宫啊丢失了一颗大的东珠。
这个回后呢，禅皇后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的是啊，一个回部的妃子向皇上进谗言诬陷皇后，后来呢就在一个侍卫的家里搜到了这颗东珠，证明啊跟皇后有关系，于是啊这皇帝才把这皇后废到了冷宫当中。说实话呀，这事儿他不可信，要是真有这种案件，他怎么能这么简单呢？我信不信呢先放在一边，作为说书人呢，我都有责任在这儿啊跟您把这件事情掰扯掰扯。咱们本国人呢，不拿这个朝鲜人写的这个宴行记呀、什么热河日记当回事儿，这高丽人呢可是拿这些东西当正史看的。至于他有没有这么码子的事儿呢，哎，听书的您呢是明白的，您呢还得自个儿分析，要不然呢咱们在评论区呢也掰扯掰扯。但是呢有一点呀是足以证明了，这沙枣花啊和这个容妃肯定是有关系的。那有了这沙枣花香水啊，这容妃娘娘无论是抹在哪儿都会有一种奇香的。那也就是说呀，和现在这大姑娘小媳妇儿用香水的方法一个意思呗。在这容妃身上啊，又找不到这装香料的香囊，所以说这稀里糊涂的清朝人啊，才认为这容妃坐以来这身体啊就自发异香。您说我说的有道理没有？好家伙的嘞，我听过这故宫博物院呀，有一个专家聊这个香妃身上的异香，这听的学徒我呀都臊了。他说这个西域的女子啊有一种秘术，在这个身上啊能够埋这个香味儿，一埋呀、就是埋个十天八天半了月的。他埋在哪儿呢？他说呀有可能是耳朵里，有可能是肚脐里，还有可能啊这专家说的呀挺透彻，他是专家嘛，这我是一个小自媒体，我要是说出来首先烫嘴，然后啊搞不好啊他就是封号，所以呢您自个儿脑补一下，我在这儿啊就不多说了。关于这个香妃娘娘啊，咱们还有两件事可聊，一呢是这个香妃啊的埋葬之谜，还有一件事啊就是香妃的真容之谜。咱们呀也做个问卷调查，您想先听哪个呀？您在后边留言区啊告诉我一声，我立刻编成小片啊就给您放出来。得嘞，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喜欢我的频道啊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您的支持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咱们呀明儿见。